下粉笔的日子，写黑板的人生，教学生的种种滋味，敢会当弥补单亲爸爸的寂寞？查甫人的路是百百条，有人得意，有人失志，有人靠运气，有人靠家己。无论你的人生路是什么款，十月十五暗时六点开始，每晚感动30分钟，切换世间路。